这样子的时候，你的工位，我的工位在这边是吧？工位这个一台电脑已经 settle 好了，所以我就坐在这边就可以了。对，小游的工位，请入座。嗨，同事们好。同事们，对。我的福利比较好，我上班的时候还有这个。还有补光灯。对对，补光灯。对对对，你看啊，就是有电脑，有方方面面，就我们坐在这样跟同事们打完招呼就好乖，大家发现没有？就好乖，就坐在这个地方。乖，我看一下，我看一下。你看你自己看一下你的形象。可以的，哎，可以可以，你有没有发现你融入到这个场景里面，就是有颇有那个工作的感觉了？是。对，我们所以今天的特别的就是，哎，我这样架上。可以可以，我们也看一下。哎，这样挺好的。那这个怎么弄啊？这个不着急弄，我们这样子，我们今天呢在正式在学习怎么样去工作之前，其实还有另外的一些事情，因为呢今天也很特殊，我们要有新歌，有新专辑要上，所以我们可以先来聊聊新歌和新专辑的一些，可以可以可以，好不好？我现在有一点脑子是懵的，现在我感觉待会儿还有好多事要做，哎，待会儿发东西，不着急不着急，我们今天呢不光是要探访到就是同事们，跟同事们一会儿在寒暄，那我们就是坐在这个工位，你坐在这个工位上，哎，这个让我看了，对自己看到自己的这个 banner 了，就开心的。而且一会儿我们也会学习怎么样把新歌要上到 banner 上面。那说起来新歌，这次专辑我们前前后后筹备了两年嘛，快两年了，快两年的时间，然后这次马上要跟大家见面了，所以你现在是什么感觉？感觉其实这几天的感觉，特别是最近哦，就是不管是拍摄最后一次拍摄，然后最后一次录音，然后最后一次总结很多事情的时候，会发现其实，更多是感慨，感慨，就会觉得哎，其实时间你要说快呢，其实蛮快的；，然后说慢的话，其实中间经历蛮多事情的。然后中间其实不会觉得哎，过那么时间过那么快。然后今天最近开始复盘的时候，会发现，哇。真的跟第一次发这些歌曲的时候其实那个感觉还是挺不一样的。对，你这些歌曲是一首一首的吗？在这个前面陆陆续续给到大家的，对，然后现在把它们一捏到一起，一口气再发出来，是这种状态，是心里是开心的吧？肯定开心啊，而且会觉得很有成就感，虽然过了虽然那么久了，可是会发现哎，真的是自己就是亲力亲为，然后培养出来的，培养出每一首都认真的去给他做了很细致的东西调整嘛，是。而且那这个专辑发出来，你对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期待？没有，我跟他们打招呼。对，跟自己的同事打招呼，这种感觉，我们就是要好像在工位上，同事闲了，哎，你最近发这歌好像还不错。哎，同事好像。同事。挺忙的都。同事们都挺忙的。就好快乐这个沙龙，是你坐在这个工位上这样聊音乐，之前有过吗？就是没有哎，是不是很神奇？没有，你看他小游就迅速融入到工位。我因为我前段时间也去到去做那种实习生，然后感觉也很棒，然后我就其实蛮喜欢这种感觉的，啊，而且我特别喜欢跟同事们一起，可能下班过去喝点东西啊，然后吃饭，然后就一起中午休息。要吃食堂的那种。对对对，然后我觉得特别有，对对对，不然就一起去那种，因为我没有这种生活过，所以我觉得一起去那种，哎，可能我每次看电视剧是有那种专门就是可以放什么微波炉，然后就一起聊天，啊，对对对，一起泡热水，什么泡咖啡，喝着茶这种，是不是？所以就我们坐在这个工位上聊歌曲也是开心的，你看大家也在一直说，今天不加班，特地回来要看，就是所以说还是蛮有情景的。大家不妨说看着，如果说你正在加班的呢，也可以打开这个直播，就仿佛我们同时在一起加班的一个感觉。那我们刚才聊到专辑和歌曲吧，你有没有期待大家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其实我觉得就是很纯粹想跟他们分享一下我的歌曲，还有就是我想表达一些事情罢了。其实，可能还是比较简单的想跟大家分享那种音乐吧，也没有想那么多。其实我平时每次发歌前其实想的比较多，就是说哎，我几点要发什么，几点要发什么。其实还是蛮想迫不及待想跟大家分享这首歌，就好像给
隔壁桌的同事，哎，同事你听一下我的、手机，不然我现在先放给你们听。开心了，开心了。对，我们忍一忍，就其实没有多长时间，马上就可以听到了。对对，挂着工牌感觉就是不一样。然后另外呢，这次叫 Azure Line， 我是有长进嘛，整个专辑的名字是。那再给大家讲一讲，想呈现一个什么样的境界？因为就是会有很长的文案呀，那文字的表述和你自己亲自来讲是不一样的。我想一下，我的语言能力比较差。慢慢聊，慢慢聊。其实我觉得一开始设定就是所谓的 Azure Land 的时候，其实我提供给大家一样一个领地，让大家去慢慢的在这个地方好像住下来还是参观一下，有一个像一个港湾吧，就是希望不管是可能遇到不开心的事情，还是可能就是怎么样的时候，就希望他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可以就是有大家陪伴，又或者是你有什么故事想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个地方永远有人陪伴那种感觉。都可以把自己所有的喜怒哀乐放在你的这张专辑里面，是它都是像一个就是可以净化你这种内心的一种、一个地方吧。因为我觉得其实现在这个时代特别的快，然后可能现在这社会也会有所谓的规则，然后可能你现在的想做的那些决定是可能身边还是会身边有些人会觉得哎不能那么做，你这样做是不行的，又或者是说你这样说是可能是逆着这个社会所谓的规则在做事情的一些事。可是我觉得你只要遵从你内心有那个声音的话，你就是一直跟着他走。然后那你这张专辑里的每一首歌曲都是不同的心声，然后把它放在里面，希望大家不同的感情的时候都在里面能够找到一首适合那个感觉的歌。嗯，也是这样子的感觉。然后所以这首歌为什么这个专辑为什么做那么慢，其实它也算是我对对对所以久等了，所以也算是就每个阶段我对一些事情最想表达的一些事情，又或者是我最想说的一些话，我就会把它画成音乐慢慢去，也算是我因为也是第一张专辑嘛，也算是我慢慢探索的一个过程吧，然后也算是送给自己的一种纪念品，然后也是记录了自己此时此刻25岁跟26岁当下的那种生活跟一些经历。就是用音乐记录下这段的生活经历和时间的感触嘛。你看大家在互动里面也在一直说等你的新专辑，非常期待，一直说然后这个起能不能先简单，你看了我有看啊，然后这个水晶啊那种可不可以先简单讲一讲起吗？嗯，其实跟我们这一次我觉得它也算是属于一首比较探索的那种歌，然后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探索找到另外一个没有看过的那种自己。这首歌其实我是在那个一段时间，然后晚上的时候写下来的。晚上。然后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大家都工作上还是生活上还是什么，可能感情上会有一些，会啊、然后尤其是加班的时候，还有烦恼，所以看看周围的同事的表情。所以我可以，就是所以里面我有一个词我写了，就是一种对自己的疑问吧，就是歌词写距离睡着还是烦恼，距离长大还差多少次，这样子。然后就是其实还是一开始是那种比较疑问的，然后过后希望是在这首是慢慢去，它其实是一个探索的氛围，探索的氛围。关于音乐还有好多想要聊到问到的，是。然后这首歌包括专辑上了之后，可以再感受，我们还可以听一听。几帧，就是你可以在 banner 往后面滑。banner 今晚肯定是在第一帧的。第一帧。然后你可以在这里选择帧位是第一帧。第一帧。对，第一帧就是，然后用户稍微停一下。第一帧的意思就是说是首帧 banner， 对，然后也就是说一会儿的歌曲是你是第一帧就能听在你自己的歌曲。对，然后资源类型，因为你今天发的是专辑，所以选择的是专辑，在这里。这里对资源类型专辑，亲自推自己的歌上啊。然后你可以看一下这个 TXT 文档啊，你的专辑会有一个自己独一的独一无二的 ID， 就是这个 ID， 你可以把这一串数字复制下来。
我现在手都在抖哎。不要抖，不要抖，不要害怕。复制错就给别人推歌了呗，有可能、哦，有可能。复制粘贴到这边。对，大家给你打气说不要紧张。然后在线的时长这里，因为我们的专辑是21:19上线的，所以你这里就选择21:19，然后21:19，它就会在21:19往下滑。19，然后他就会准时和大家见面了。到时候你点进去就能看到自己。那我可以设置到，就是到下个月这个时候都可以啊。你可以设置不设置下线时间。真的可假的？今晚就霸占他，霸榜，对，开心了，对。就我们就不要设置下线时间了，他就永不下线。我才不信嘞！画面传一下，点击选择图片。选择图片，对，然后这个就是这个素材 banner， 然后因为我们这次特地为你做了一个动态的，哎，这个真的是好看，一会儿大家就能看见，还要传下来，因为我们这次之前私下来确认那个要发照片的时候，我就哇，大家现在是看不见，但是跟你们视频喊你们一下，对，到时候它就会动，它会动哦，动的，你得选好，不然你那个就 banner 是对，然后这里小标文案记得写一下独家，把这个删掉，打字独家。独家，大家提醒，因为这次的歌是独家上线网易云音乐的。独家，那不行，那会被领导骂。哦。然后你就 OK。确定。就一切，你看你自己看一下。推广类型哎。推广类型不用选择。就推广类就 OK 了。我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哦。感受一下，对。哦。好。你就 OK 对。啊！然后点击发布。你确定吗？那你再看一眼，你感受是你的专辑，是你的上线时间，是你。你确定吗？我确定。哎，他下线时间是2038哎。对哦，到2038才下线。都会在 banner 位上是吧？是的，就爸爸。真的假的？永远。哇哇。那我后天再来检查。那你还要你刷你再过来打我们，你刷这个公卡然后。我发布喽。发布。哇，你所以他待会就九点十九的时候就对，一会儿我们可以9:19的时候来检查一下。嗯嗯，没关系，我们再试，还反正还有时间。对对对，我们再操作一遍，有可能这个账号有问题。哎呀，加油加油！现在一波操作抓，必须9:19上线。让人紧张，大家不要紧张。这个电脑好像卡了。这不是我们写的剧本。准备，快准备一台电脑。这电脑好像。准备一台电脑。准备一台电脑，快点，快点。还是刚刚那些视频没上传上去。对对对对对，等一下你可以自己操作一下，万一错了就是都是你的锅了。紧张到。老板。紧张到瞳孔。我。见老。同事太不友好了。直接用，直接用。不是，就是这种，没问题的。可以了是吧？你确定？等会有问题，那就是你的锅。没有，你现在跟我说发不上去了，吓死了！给他一个。可以了是吧？可以了，没问题了。非常棒，非常棒，打工人。现在拍手是不是拍太早？一会儿9:19再看，是，对不 对, 对？那我现在要干嘛？你要不要缓一下？缓一下。我17，我开始要准备那个发那个。对，发微博。这样我就简单问问你，刚才那一波操作你什么心情？我觉得还挺特别的，没有想到，没有，我觉得我过几天还会再来，还会再来，就是要检查一下自己那个 banner 的感觉。我说哎，看不在，我就过来了。对，就是所以说，实际上就每一次上新的歌曲啊，然后包括然后有新的东西，都是一帧一帧为每个音乐人推上去的。然后今天给自己往上推的那个心情是什么样？刚才就有想很多，就是操作。我手会抖哎。会真的很怕点错东西。就反正就会有。可能推给别人就手真翻的耶，太尴尬了。好吗？那我们刚才其实有看见说你的这个图片，这个封面是特别特别好看的，但是我们一会儿才能看见。不过你其实可以跟大家简单的先来讲一讲你在选这个封面，然后包括整个的一个故事和背景，可以先来跟大家讲一讲，一会儿他们在19的时候就能够一下看得到，封面我们大家看到过，我们再讲怎么样？也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对，然后现在呢，我们大家可以一并来期待一下。同时呢，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日营业中小游的其他的一些歌曲。
是做成了歌单，大家可以来一键收藏。同时呢，马上有意思的一些环节啊，来这个打工的，我都替你在紧张。我很紧张，我现在。我就刚才那个电脑卡的那一下，是不是？然后现在9:17快到了，然后呢，他也要开始编辑微博，你可以在现在我好忙碌一下。你们先忙你们的，我替你 Q 一下这块这个时间。嗯，对，我跟大家说，你就忙你的吧。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在我们现在直播的一面，如果说把这个小黄购物车关掉，哎，然后呢，这个歌单就是完全显现出来，大家就可以一键点开就可以收藏这个我们已经建立好的一个歌单。当然呢，这里面所有的这些歌曲其实也都包含在今天即将发布的小游他自己的专辑里面，大家当然也可以关注到专辑里面，在9:19，而且这9:19的时间，我相信西柚们应该都非常清楚这个时间它的意义是什么，对不对？就不用过多的解释了。对，也就是他的一个生日的时间嘛，所以一会儿我们拭目以待。9:17，小游他没有离开啊，他在旁边认真的工作，一个打工人的样子。等一下啊，一个打工人的样子。对，然后呢，可以小黄车可以去点券，然后同时呢去点歌单。而且我们一路回顾一下这张专辑。要想了解到更多的，包括我们之前呢有在超级面对面采访到小游，更多音乐方面的事情呢，还有很深度的一些对话和采访，哎，以及一路上这些成长的东西，大家可以去锁定到这个视频的节目，搜索一下，在云村里面搜索超级面对面，哎，有长进的这一期，我们可以感受一下。也是在他生日当天去进行的采访，是吧？我们那天真的是辛苦的嘞，所以说呢，不辛苦，大家都辛苦，辛苦。然后那天我们还会有很多的内容。好了，我们这边看一下，18了。对啊对啊对啊。认真的打工人，认真的打工人。哎呀，来跟大家说一下，那实际上呢，这张专辑倾注到非常多的心血，而且几首歌曲我们要一直关注起来。因为接下来呢，我们还会不光说我们刚才学习到了怎么样把自己的歌曲推上 banner， 哎。一会儿呢，我们接下来会在微博上看到他的一些分享，同时我们也会一起在9:17在 banner 上，云音乐的 banner 上感受一下。19分了，去，紧张到不行，好几个事情要做，这工作真的是很忙。然后旁边还有个同事不停跟你说话，哎，小游，等一下，你等我一下啊。好，给你一点时间。对，大家可以去听歌。哎，我现在要从直播间，我要去看一下，我帮你这个地方看一下云音乐的首页。我发了。看到吗？大家看到了吗？这帅哥上了，很捧场哎！这个耶！这个下班了，拜拜。哎。等一下，我还有几个没发完。认真工作，大家这时候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卡点成功，没错，我们刚才预约的这波呢已经成功了，现在在网易云音乐的首页 banner 上 Azure Land， 我是，对，我可以给大家来展示一下，用我的手机来展示一下吧。刚好你在那边，可以再把你的，我现在就发那个专辑，然后文案。好。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因为这个电脑屏幕，哎，这边所有的小，而且是动态的，特别特别漂亮。哎，再换回来。对，给大家展示一下，所以大家通过这个就可以点击进入整个的专辑。我进去一下看看，哇 ，intro， 起，一颗星的夜，荒诞学家，一个人记得。真的很谢谢你帮我在讲话。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嘛？然后
还有几首歌曲为什么是隐着的？就是隐着的，你等一下，等一下，是不是等一下，等一下，我跟你讲，我先发东西，就是要把逼死，把不讲这样。没有，因为我脑子不好，我就没有办法一心二用。没关系的，那我们就给小游一点时间，然后呢，我们所有的乐迷和粉丝，大家也给他一点时间，就是打工人，就是我们要当斜杠青年，怎么当斜杠青年？就同时处理好几件事情，所以今天小游我们既太好看了，太好看了！这张照片真的是很好看，我都想私藏起来了，做成一幅画挂在家。挂在家，再给大家 Q 一下，就是如果说你们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现在思考一下，可以打在公屏上面。因为呢，我们的歌曲上线了之后，一会儿也会翻牌，大家一些关于音乐上面的问题。所以说这个时候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嗯，对。那我来替大家播一下你的新的歌曲，好不好？可以。来，趁你操作的时候啊，你来。哎，我现在点击进了音乐，我们就听这首曲，好不好？可以。哇，还有音响哎，有，超级大声。呀，我在发东西。我想会不会影响大家上班？这篇还好。手机看到那个，它是动态的，就很帅，就很帅。哇！喜欢了，证明你刚才的工作是有效的。是，好喜欢。挺惯，只是在平台上听有特别的感觉。还在朋友圈那一步，朋友圈，不好意思。哎，那这边我们其实音乐有一个动态。好，马上哦。小游太忙了，就是打工人。大家辛苦了。有泪听，因为却很才懂得爱。对，太棒了，刘老师太爱了。我们这边呢，想给大家分享。不是剧情。
然后呢，大家就可以针对这首歌有更多的提问，而接下来还会有哪些的主题，可以一起来期待一下。同时呢，对于这整张专辑，对于它的音乐还有哪些问题，大家可以来问。我看已经有些问题打在公屏上，问的最多的是关于实体专辑的，哎，对。这个你可以来了，马上啊！来下一首，我来了，不好意思。对，这首歌谁的歌？好好听哦。来，我们还是回到那个云音乐的动态发了。同事们有水吗？同事们给个水。同事们给点水呗。新同事给点水呗。每当这个发歌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忙？就是要搞很多事情。是，会，因为平时一直憋着，好多东西都一瞬间突然就放出去，对的感觉。所以这个心情就，而且大家也就是一直在笑，就特别特别开心。刚才听着你的歌曲，他们在笑。对他们觉得你特别的有那么好笑。尤老师可太忙了，尤老师可太忙了。我们说一下这个起，这起刚才所说啊，包括整个专辑的这个封面的概念，给大家再讲一下，因为真的是特别好看，现在大家都已经看见了吗？看到哪什么？你的专辑的封面。不好意思，谢谢，专辑的封面，起，你再说一遍，不好意思。哈哈哈哈哈！搬到脑袋劈叉，一个一个来，我们不着急。所以同事们，你们都会装这种歌吗？默默的问。大家都在默默的，就是在听。来，我们从走。我开始来了。这位同事，想问一下你这个专辑的封面这次的选择啊什么的。播起吧，多听起好了。好，我们听起好了。对自己播自己。可以单曲循环。可以呀、啊。改成一就行。来了。操作的还挺好的。好了，那我们来聊一下这个。我们先聊专辑封面好吧，因为真的很大家觉得很好奇，确实很漂亮。其实这一次会有放在这个上面的是那个白色的版本，然后其实大家如果下午有看到我发的话，就是它是一个黑色的版本。然后它是有两个版本的，然后其实黑跟白嘛，然后我觉得就好像我一样，其实大家也不能说我是那种双面吧，就可是就是那种，哎，其实我除了一层你们看到比较熟悉的那个状态怎么样，我其实另外一面还是会有很多东西还没有你没有发觉到，所以也是为什么我做这样专辑的时候，我就。最后我们定的名字就叫做 Azra Land， 然后我是有长进。其实我想说通过这种方式呢慢慢的，可能一次大家可能接受不了，我觉得慢慢的让大家带更多的那种自己，让大家去认识，又或者是去跟着我一起去探索那种过程吧。一点点探索，最终选了这个版本的一个封面。那这个封面当时在拍、所以我们这一次算是双封面的感觉。双封面，另一版封面要就是怎么样，什么时候呈现？其实我们就是下午发那个黑色的那个东西，可是我们实体的话，现在透露一下，可能会有，还有会有其他的，其他的那种。给他们看到开心了，对，因为他们刚才一直在弹幕里面全都是在问实体的一些情况嘛，什么时候出啊，会不会是这个样子的呀什么的，所以我觉得马上就要出了，大家可以再等一下，再等一下。而且刚才小优已经讲到实体还会有更多的一些有意思的呈现，对，而且在封面上还会有惊喜，对吧？是，而且我觉得大家会很奇怪为什么我有东西不要一次过发，其实我觉得对呀、就是这个不是有些歌还是一个那么现在已经说实话已经完了、已经全部混出来，可是我觉得还是要慢慢的给大家听到的点是希望在那么快的生活步骤之下呢，让大家去慢慢的一首一首去品，然后我觉得这是重要的，然后我们可能我自己也会有自己的那种节奏吧，我觉得哎合适的时间才给大家听，我觉得一次给你们听十首歌，我觉得
也不见得你们会消化进去，也确实是这样的。然后慢一点，然后听得细腻一点，而且这次伴着专辑出来的是这首《起》嘛，我们现在单曲一直在背景在循环，大家说的都有道理，就是在等我们重点在听这首歌曲。然后实际上这首歌好像据说是你最早写的，是，但是你为什么就是还是压到蛮后面才放出来？也不能说最早写的吧，是其实在很过程当中就已经成型出来了的，然后到现在我觉得也是刚过完那个26岁生日过后，我觉得也是另外一种一个的那个一个阶段，所以我觉得在整张专辑过后，我觉得不管在每个时候都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嘛，然后也是想说放在这个时候给大家听。然后为什么放在第一首歌呢？因为我觉得放在第一个的那位置，我觉得就是它就像一个旅程一样，就是这张第一个专辑是我的，然后也是我第一首写的歌，它是一个探索的东西，然后希望大家可以陪着我一起探索，然后也让大家从专辑一开始听的时候是有个过程的，就慢慢去探索，然后到最后的部分，然后可能还会有未完待续什么有的。你太能沉得住气了，就是本以为你的专辑发然后配个，其实我大家好像就嘿全都是满意。我很难沉得住气，是因为我也是一个很容易急的人，然后我也是要逼着自己沉下来。但是沉下来可以把更好的音乐呈现给大家吗？还是你们要听？哎，不不不，同事不妨，对面同事都已经全部揭竿而起。我们刚才有看到大家问到说关于新专辑的问题之外呢，我们可以再翻排两三个关于音乐的问题，好不好？大家可以打在公屏上面，帮你选一选。再打各个地方地名，像过春节一样，是问发来各个地方的问候。但是好多太快，11月1号专辑不要限量。专辑不要，有人问，看看有什么，你来选吧。我来看一下。对，你来选吧，因为这个还刷的还蛮快的。大家可以把你们想问的关于音乐方向的问题，我们会选上两道。太快了，你们。你按住屏幕，它就定住。会啊，后续肯定会有那个 MV 跟大家慢慢的去解锁。对，因为这毕竟歌还蛮多的，然后就只有一两个 MV 肯定不够啊，会有更多好看的 MV 走的。而且第八首是那一首歌吗？我觉得是你们想的那首歌，可是可能还会做一点小改变，就是可是已经改完了。就是可是那个，哎，你们看。等吧，话里都有很多跟西我们之间的暗语，就是彼此。舞蹈什么时候出来哦？其实舞蹈已经跟准备过程，然后跟大家见面了。我觉得还是希望等到就是一个最合适的时候跟大家见面，所以大家不要急。那所以说我们这边问完一些音乐的东西之后，再为你自己的这张《Azure Line》跟大家讲一讲吧。你会发现其实。为什么封面还有很多那个视频，还有就是那个大家会看到很多类似水晶那种晶体。对。然后其实那晶体我们是一开始那么想，为什么想作为晶体，就是它就好像种子一样，就是种子它每一颗种子它都要时间去，不好意思我要小声。对，自己会跟自己抢。对，我想唱起来了。这个人晚上再听，就是每个种子是需要慢慢去培养它的，然后它是有时间的去慢慢去根深蒂固，然后慢慢的长大的嘛。可是在很多种子里面呢，其实它如果放一颗晶体的话呢，你会觉得很和其他种子会格格，就是有点感觉就是哎有点奇怪，它会觉得显得特别奇怪，为什么会是它。可是我想说的是每一个其实种子有成千上万个，然后就好像我们就比喻成种子，就是每个种子的颜色可能是不一样的，可是当你有一天拨去身上那一颗灰，它总有一天肯定会闪闪发光的。我想说，只要我觉得坚持是很难的事情，只要大家坚持下来，我觉得有一天那你就会变成那个最发光的那个晶体。发光那个晶体就是我们是种子，但是我们也是那个发光的晶体。对对对，我觉得就是人的人生就是那么有
一个期限在的，我觉得你就不要去，我觉得不是说随波逐流吧，就是你一定要找到你在这个世界上然后真正喜欢的东西，然后做这些事情的话，你会发现你的生命是特别有价值的，有价值的，在发光的。对，所以听到你的这张专辑的时候，你做的这些歌曲其实也想让大家听到这些东西，希望他们能够唤起可能跟我有点像吧，我觉得其实很多人会到现在可能也不太懂我的一些做法，还有一些决定，还有一些可能在工作上还在做事情上的一些东西。我也想说就是因为我是特别别的那种人，就是我觉得哎，你们说规矩一定要这样吧，然后可是我原本内心就有一个答案说不能这样子，然后我就越来越跟这个这些东西倒着走。但是因为你知道自己要坚持的那个，首先是自己要坚持什么东西。 对，先首先我觉得顺序是这样的，首先我觉得这事应该是这样子，是，然后第二呢，我是觉得大家都会觉得没有啊，你这样子的话这样子是不符合现在这个规则什么之类的。我听到这个东西过后，我就更坚信的说我好，我就是要这么做，坚持对的那个坚持是水晶的一个样子。所以更多的这些细节我们可以在音乐里面都体会得到，都可以听得到。而且从小游的这些歌曲里面特别细腻的都能够感受得到，所有的这些也是他为什么这张专辑从一开始两年来来回回的时间，包括到现在整张专辑发了还有那些秘密，是这个原因，不是说别的，是因为他确实要把真正想要呈现到最好的东西给到大家，他坚持到了那个音乐的东西。是因为我觉得生命就是我音乐是生命里面蛮很大的一部分了，然后我是想说就是我想要把这一块做好，做到尽我最大的能力，做到我自己可以突破那个点，做到最好。所以说我们今天就了解到这个部分之后呢，看到这张专辑，听到这些歌的时候，就能够明白它背后的那些心思嘛。那我们今天坐在这个工位上聊了这么多，也想问问说你这个现在是云村小编体验是怎么样？我还没有那个啊，我还没云村动态。对，云村动态发一发吧。对，因为这个小游也是进驻到我们云村了嘛，所以他现在会选自己的一首歌曲发到云村的动态当中，大家看看他到底发了哪一首歌曲，也可以在他发的动态下面去评论互动，一起来留言一下。来，真的是很忙碌，选一首你的歌曲。然后呢，同时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直播接下来呢，毕竟是来慰问打工人，看我们身后的同事们真的每个人都还在搬砖。是很不好意思今天打扰各位同事。你今天是这个新进同事嘛，然后一会儿看看你的这个诚意啊，那个诚意在哪里。好，我们等等看，一会儿看看小游的诚意在哪个地方。来看一下大家有在讲什么。实体专辑，对，小游刚才讲到，MV 会有女主角吗？这些关于更多的一些 MV 的内容，然后我们大家可以关注到之后推出的，然后甚至你每次也会有好多的预告呀，还有好多的图片呀，这些细节都会关注得到嘛，对不对？我们看一下云村的动态，一会儿会发到什么？你选了哪首歌？当然是新歌哦。当然是新歌。看看小游在起上有写到什么，因为，然后同时再跟大家讲一下，今天所有的金营业中，我们每次都会有歌单嘛，来营业嘉宾的歌单。这个时候呢，关掉所有的这些挂件之后，在这里就可以体现出来了，大家可以一键收藏，特别的快。另外呢，在歌单里的歌，同时也是小游今天专辑里面的所有的主打的歌曲，大家也可以去点击他自己设置的首页 banner 进入到专辑里面。好，谢谢你在帮我讲话。没事啊，签售会有长进的思想。对，剩下的歌什么时候发？发完了，发完了。好，到底发了什么？大家自己偷偷的去看，一会儿看就好了。那接下来呢？
我们也当完小编了，然后也同事了。那一日同事游要结束之前，那给大家表示表示，是不是要送一些什么东西呢？我们要健康又好看的，健康的，因为是西柚们嘛，是，所以这个季节就需要吃柚子。来，我帮你，我们一起，哎，我们一起要那个弄柚子。哇，柚子，来，谢谢，我帮你，你就发吧。哦，我这发我拿也行，没事。对对对，嗨，你好，好喜欢你，谢谢，一个够吗？你的憋了半天，真的是，谢谢，要记得给我签名哦。那你要记得听歌，谢谢，我也会听你的歌，好，那要转发，谢谢，记得转发哦。谢谢，记得转发。谢谢。都当新友们。谢谢，辛苦了。谢谢。你这一波慰问打工人，大家都想问说，云车还招人不？招人不？都想来这一层。招人。这些都想来这一层。招人？你们招人吗？你要来吗？我来啊！我下个礼拜还来。还来。来检查。你好。谢谢，不客气。嗨，你好，谢谢，没了这个，我再续上。你好，谢谢，你好，哎，又是你。他座位上超多你的周边的，啊，超喜欢你的，谢谢。哦，我看到了，这个。是真的，是今天才改的吗？不是，他是真的。他的电脑屏幕。我看18年3月开始喜欢你的。哦，是，有点害羞。我也有点害羞。谢谢。那西柚要吃西柚吗？谢谢。你好。捕捉到西柚人。谢谢，辛苦了，加班辛苦。还有没有？还有两颗。快给大家分发。啊，你好，你好高冷。你好。同事。你好。不好意思。谢谢啦。大家辛苦了。大家辛苦。继续加班。我们再回到你的位上面。好。每个人都，你也可以抱着你的这个室友，你加班很辛苦了。是。哇。真的是开心的不行啊！我们回到这边，我们也听到起的歌曲了。其实今天呢，我们也要准备要结束今天的一天的工作了。感觉没，就是感觉时间过很快。啊，那你就留下吧，你别走了。我下周会再来的。下周会再来，好不好？那在这个期间，大家赶紧应聘云音乐啊！啊，开玩笑了。那更多的是期待好听的歌曲，期待有长进的专辑嘛。但是呢，在结束之前，其实我们希望可以想听听，是不是可以听听有长进为大家？可以啊。我们把那个对。对，也算是今晚的一个加班的一个另外的福利。来，我们感受一下。我先开始唱吗？你要。距离睡一觉，还剩下多少烦恼？哒哒哒哒哒哒。距离长大，还差多少次跌倒？哦，暗黑树影窃窃私语，恐惧如影随形。